周董万圣节彩节色故 SM 变装这误认超吸睛。哎呦，大家记成这样是有原因的，我们来听听原因重现。这位小姐姐气很强耶。周杰伦日前无预警公告万圣节将重现电影《青蜂侠》中的加藤扮相上街。Let's roll, Kato。结果万圣节当晚果真变身加藤乱入涩谷万圣趴，是不是太小看自己的人气了？涩谷往年办万圣趴都吸引大批人潮，又加上驻足抢拍周周的粉丝就会形成。冲冲冲，开出新鲜向前冲！冲冲冲，打遍天下我汹涌。将镜头拉向南海，韩国 SM 经纪公司每年都举办万圣 Party， 艺人们都卯起来拼输赢呐。Shiny 可以堪称 SM 最会万圣变装的艺人，每年的装扮度让人惊艳不已。今年因行程没能到场，但还是用信送上佛地魔人形立板参战。哎呦，胜负心很重的，第一名就送你啦！第二名则由 FX Luna 扮成星际工作的格鲁特获得。